过去曾被封为小旋风而红遍大街小巷的林志颖，最近事业发展越来越有成就，除了拥有优秀的歌喉以外，还成功当起专业赛车选手，大概是因为兴趣广泛，且又拥有十足的行动力，所以也被网友们称为梦想实现家。当然了，如此积极的他，收入一定也相当可观，更不用说目前居住的房子有多么豪华。日前他就意外在节目上曝光了家里的内部装潢，只见里头暗藏超多高科技产品，堪称移动智能豪宅。图片来源林志颖脸书。根据香港01报道，林志颖最近难得带着妈妈和老婆一起参加了实境节目《婆婆和妈妈》，记录婆媳之间的相处点滴，没想到过程中却意外曝光了他那高达 4.59 亿元的豪宅。只见整体装潢以灰白色作为主要色调，客厅空间也大得夸张，不仅可以摆放两张巨大的 L 型沙发，还添置了一张赛车座椅，专门用来玩游戏，就连遥控车、遥控飞机都一应俱全。而身后的墙壁也特地设计了立体柜，用来放满赛车的奖杯、安全帽收藏等，看得出来他对赛车有多么痴迷。图片来源影片截图林志颖脸书。不过真正吸引观众眼球的是豪宅内里暗藏了许多高科技玄机，像是客厅茶几上就摆放了一个被他命名为梦想家的人工智能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那个圆圆的物体就能替他解决许多事情，包括开关灯、打开窗帘等，完全不用多走两步去找电源，也无需使用遥控器。更夸张的是，当被问到今日天气如何时，梦想家也能马上回答，今天多云转晴，温度23至29摄氏度，配合度实在高的离谱。图片来源影片截图。对此林志颖表示，自己从小就很喜欢 3C 产品，尤其高科技为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更是让他着迷不已，所以我就把各式各样的 3C 结合起来，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，把家里很多的一些控制，包括户外的东西，都整合到这个系统，指梦想家里面来。现在只要按一个按钮或讲一句话，它就会全部帮我设定好，也是给生活带来很多方便。图片来源 The Day。 而非常宠爱孩子的他，更因为大儿子 Kimmy 说喜欢看星星，就在天花板上装了满天星灯。接着再结合人工智能，只要一声令下，整个房间就会瞬间被星星包围，仿佛置身于浩瀚宇宙中，非常浪漫。图片来源香港01。事实上，林志颖目前居住的豪宅位于台北市中山区大直的国美大珍，该栋楼曾被誉为台北新兴的十大豪宅之一，价格想当然也不会太低。而他所选择的顶楼原本一层是有二户的，他一开始先砸下 2.3 亿买入其中一个单位，接着到了2016年时又以 2.29 亿买下了隔壁的单位，就这样顺利把整层顶楼都归为己有，再也不用怕会被邻居打扰了。图影片来源林志颖脸书。 The Day 脸书。这房子也太大太高科技了吧，林志颖不愧是人生赢家。